Lesson 20 Housekeeping 第20課 阿英,拿這件衣服去洗 洗好了就要燙 我不空,我要掃地,抹傢俬先 那你抹好傢俬之後就要洗衣服 我今天下午要穿 好了,我一會就做完 你聽一下,有人按鐘 我自己去 是派信佬 這裡有一封信給你,是廣州來的。哎呀,我忘記執好啲茶杯。快啲,快啲啦。小心抹乾淨嗰啲椅同埋呢張台。好啦,好啦。我自己執好啲床,執好啲睡衣同埋啲鞋。呢架洗衣機壞咗。唔係壞咗,你唔識用。嗱,係咁樣。 我拿這條褲掛在衣櫃好嗎?好啦,這些手巾仔在櫃桶。我放些手巾仔在這個櫃桶,是不是?不是。那個櫃桶放襪,放些手巾仔在下面那個櫃桶。哎呀,好熱,我要開電風扇。好可惜我們沒有冷氣機。我們沒有那麼多錢,而且 我們剛剛買了一架新電爐。主餐,我說用煤氣爐,好過電爐。不是,快點啦,不要浪費時候。